在不休战坠中，只有能力强的英雄强强联手，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取得胜利。但是有许多玩家并不知道英雄能力强弱怎么区分，下面就来为大家做一个英雄强弱排行榜。想要玩破解版本的玩家可以通过 uxox.com 进行体验，直接可以无限资源无限礼包。在游戏过程中，玩家们可以选择对应的角色强度进行使用，并且很多玩家们在使用这些角色的过程中需要多多注意下排行榜上的等级，越往上那么也就代表住角色强度越高。 T0 强度档次：寂静之刃、红色警戒、致命钻头、战争机器、虎丸、黑寡妇、龙、布莱克、五脏。 T1 强度档次：拉法特、 T5000、 芝德利亚、阿尔尤斯、老汤姆、不死半药、布鲁克、死神、战车、极电、费尼克斯。 T2 强度档次：哮天虎、飞阵一号、斗天使、卡塔纳、维多利亚、猎龙者、夺魂者、德古拉、古老者、神月。这三个档次的英雄都是能够帮助大家进行对应的阵容组合，并且玩家们在使用这三套阵容的强度同时能够帮助大家获取到对应的礼包码福利，所以根据玩家们而言能够选择这些奖励进行获取，成为战场上最无敌的战士。而五星角色的选择是会让你在游戏中发挥更加出色的游戏表现。不休战坠英雄排行大全将最强的英雄集结在一起，这样就可以让战斗拥有最强的实力了。